我化妆技术怎么样？是不是感觉自己像从画里走出来的？给我也画一个，我也想从画里钻出来。嗯，太丑了，办不到。我哎，也不能怪人家，你这副逍遥法外的长相，怎么能从画里走出来？最多从同情令里走出来。你说人家长得逍遥法外，那你为什么还跟我在一起？因为我法外开恩了。妈妈，过来，靠近点，过来。机长要什么服务？好好，你就站这不要动啊！你一去机尾，那个机头就翘起来了。你不要忘记，你的使命是在飞机上配重的。就站那，不要动。啊！哎，胖子，别动我！我就知道我对于他来说很重要，没有我，他机头都要翘起来，他飞机都开不了。所以姐妹，所以姐妹们，我告诉你。高傲是你们的象征，自信是你们的资本，不要高估自己在别人心中的位置，也不要低估了自己的分量。旁白哥抱抱百金空姐，一本正经讲干话，三年千万人追踪，看他起笑。手机都这么旧了，为什么还不换？幸福感不够的人才会拼命念旧，如果当下够好，谁还会惦念旧事旧物？我们异地恋的时候我就用了它，我这辈子最灿烂的笑容都给了这个手机屏幕。你知道吗？手机同时打开几个 APP 的时候，耗电会非常快。你想表达什么？如果你的问题对方一直在闪躲，那就是委婉的告诉你，答案很残忍。你别闪了，你都瞅出残影了，我还是喜欢你安安静静的走。这位自称最美空姐蒋胖胖是中国四川的网红，疫情间不飞了，改拍短影音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的手机里为什么会有你的照片？你修手机不用测试摄像头啊？神经病。对不起，是我付钱了。他擅长自嘲，不说好是空姐送餐吗？怎么是你啊？对啊，我就是空姐啊。不可能，空姐不都是这样身材好长得很漂亮的吗？所以我来送外卖了，长得好看的在天上。先生，你要的不麻不辣的麻辣烫现在也不烫了。也擅长走黄山料路线劝世。哎，胖子，给我来包花生米。我也要，可是我只有一包花生米。我先喊的啊，我的。你喊你就买吗？我也去买啊。那我先喊，你为什么不喊？我知道人生的出场顺序很重要，但是如果不珍惜的话也会错过。现在就看你们俩谁更不愿意错过我。哎，大哥你来，你来，你来，大哥你来，你买。好的啦，男人果然是经不住考验的，前一秒还都跟人家争抢，后一秒就开始后悔。让开。从成都开往广州的列车即将到站，请各位旅客拿好随身行李，有序下车。不是在北京吗？退什么退？错误的感情就像上错了一趟列车。坐得越久，错得越远，所以爱错了人要懂得放手，及时止损才是女人最聪明的选择。呵呵，冷冷静静讲冷笑话，加倍好笑呢。欣欣好。哎，喂，是不是你拿我花？怎么可能，我自己都貌美如花。看见没，美丽的女人都是带刺的。那她，她，哎，我就更没必要，我只是一头有营养的牛粪罢了。你就像这花一样娇艳欲滴，楚楚动人。这花好像不太新鲜。那是我搓澡用的浴花。对不起，是我付钱了。嗯，你知道什么衣服一辈子只能穿一次，一次就代表永恒吗？现在买寿衣会不会太短？我说的是婚纱。他凭着精湛演技和两位像周星驰电影里走出来的搭档，抖音加小红书追踪数已达千万呢。哎，小娘子，请问，我问天问大地。哎，关键你，啊，没事。老师，哪里跑？老收了你。没理由吧，以前都装不下。三立娱乐新闻真的快笑死了，报道。